在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先去喝个茶。如果有空位的话，我们这一次有六位啊，六张啊，大桌，每一桌可以坐五个人啊，每一桌可以坐五个人。啊，拿到马祖杯以后啊，你们一个人保留一个就好啊，把机会留给别人，因为我们这次准备了200个，即使数量不多，数量不多啊。的墨稿以后，记得啊，到我们的妈祖面前拜一下啊，那再盖个妈祖印啊，你妈做的金龙哦，洗三年以后再带出来哦，这张玻璃咱今年大家当顺顺利利大赚钱哦哈啊、哦、哇好，我们的陈大师已经完成了第一张墨稿啊，这一张呢是要送给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啊。银兔墨运哇！大师的嫡传弟子，也是26届新出炉的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的得人啊，他也是书立类的中。